那我肯定直接拿张纸然后递过去，老板，蛋糕粘嘴了。面试你遇到不熟的领导，你会聊些什么来化解尴尬？领导你好，领导请坐，领导喝茶。不小心把自拍照发到公司群里，你会怎么说？赶快撤回吧。苏小，汪洋和夏侯惇三个人，那在荒岛上只能带一个，选谁？苏小，感觉什么事情都难不倒苏小。